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这是最后一站，我们希望各位做事情一定要以终为始。什么叫以终为始？各位知道吗？以终为始就是说，最后一站把它当作是第一站，那种精神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大家都很累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一样，最后一天当作第一天，啊，这样你精神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参观的是这个西北国小的一个古迹，还有他们房舍啊，房舍。我们请啊，我们要请那个杨主任跟我们大家那个说明哦，他这一方面啊懂很多。好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杨主任。好啊，校长，还有各位南州国中的老师，还有义工们，还有各位大朋友们啊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啊，很开心哈，又看到杨主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那主任呢？讲得很简单，因为这是最后一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历史。我们学校以前呢，它是日本子弟小学，啊，那后来呢，光复了以后变成糖厂的子弟小学，再后来啊，有一段时间是国防部驻扎在这边的，很多阿兵哥都住在这边，包括旁边的房舍都是阿兵哥那个将官住的，啊。那后来呢？我们在52年的时候才成立我们西北国小，啊，才成立哈。但是呢，在我们校园里面会看到以前很多，日治时代的一个遗迹哈，就在我们前庭那个有好几个石头的那个碑石群，哈，它那个时候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日本殖民地？是不是？啊，那时候他征召日本人征召我们台湾子弟哦。要去太平回日本打仗哦，啊，我们一群我们台湾的子弟兵在这边等待飞机，在那边磕石头做纪念，好，在征南待机的一个纪念，那个地方是很有历史意义的。那还有我们的孔子像，哦，那边有个孔子像，他的旧址其实是日本神社，日本神社就是他们供奉很多他们日本神明，让他们膜拜的地方，好，那个旧址，后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孔子的像哈，把它放在那边，好。那我们这一栋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一栋建筑哈，这个是日治时代的建筑。那我们有稍微做修改而已。那个地板以前是空的，啊，通风的问题，那以前是空的，后来又把它填实了。那个窗户呢，都还有留有很古老的一个味道，都有气窗啊，都是木板的哈。那我们这个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刚好公事。又来拍片了，啊，我们之前呢，大爱剧场他有来这里拍片，他用的都是这一间教室。那这个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公视要来拍一个很漂亮的 Linda 的一个故事，好，来我们学校教跳舞的故事。我们的前栋就比较有特色，你看我们都是琉璃瓦的，好，那个砖，那个红砖的，这个都是日治时代的一个建筑特色，还有那个窗户。都是木头的，还有气窗，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，冬暖夏凉，真的非常的棒的一个建筑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列为历史建物，我们现在是不能拆了哦。文化处哦，他跟我们讲，你现在这一栋是不能拆，而且要列入保护哦。好，我们要修一个地方，我们都还要跟他报备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修？好，所以呢，现在这一栋是非常有价值的。那小朋友在看的时候。要用一点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好啊，杨主任在这里哈，致上那个欢迎之意，也欢迎你们有空哈，不是只有今天来，有空以后常常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也谢谢那个校长还有老师带队，老师还有很多义工啊委员哈，很辛苦。好，那在这里我就很简短的这样解讲哈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我们请杨主任接受的感谢状。好，谢谢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同学要自由活动，10分钟之后集合。好，好。
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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